Zerin， 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是日式小火锅的隐藏吃法。那因为在台湾小火锅的店很多嘛，但是很少有火锅店会标榜自己使用好吃的台湾米，就是你们看到的台湾米的认证标章。那这个标章是农粮署颁发的，要使用二等以上的米，就是它的新鲜度都要在一定程度以上才能够得到这个标章。你们有没有想过米也是小火锅会好吃的关键？然后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就去吃吃看吧。就不太确定你们平常在吃小火锅的时候都是什么现象。哎，摄影师，你平常在吃的时候，现在汤滚都现象？我先把菜丢下去啊。说实在话，我以前刚开始吃这种日式小火锅的时候，我也是先丢菜，因为台式火锅就是一种熬汤底、煮汤头的感觉嘛。可是一直到我去日本留学，就是跟我的日本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才发现说他们涮锅的话会先下肉。就是我现在前方这两盘啦，我这一盘是特级小肥牛，这一盘是伊比利猪。那涮锅呷哺呷哺也是从日本传来的嘛？在日本啊，通常他们的汤底会用昆布啊，或者是其他大骨去熬，就是说汤底本身已经有味道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先下菜的话，那菜的其他蔬菜、高丽菜的味道就会改变它最原始熬汤的汤底的味道。所以最正宗的吃法是我们要先涮肉。啊，原来我都做错了。其实说实在话，我上网查就是涮锅，就是下火锅的顺序，真的很多文章也是说先从菜开始做。就是在这种已经有汤底的状况下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涮肉来吃它的原味。那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伊比利猪。伊比利猪真的是猪肉界的国宝，那我现在来涮喽。哦，你们看晶莹剔透，它一下下就熟了。你们看，我之前是有听到说伊比利猪不用吃到全熟，这样应该就够了。但我每次配菜，我都一定会选白饭，因为这白饭我觉得它可以带出来那个火锅的味道之外，之后我们还有隐藏吃法的妙用。那我就把它放上去啦。要说我们要吃汤头的原味，所以我就先不加酱，来这样子一口肉一口饭来吃吃看。它的汤已经有咸味了，再加上伊比利猪的那个猪肉味又很浓，所以我完全没有加酱，就还是可以吃到浓郁的食物原本的味道。今天的重点真的是这个晶莹剔透的台湾米。我觉得好吃的米，它吃下去是能够吃到米的甜味，因为它不会一咬下去又软掉，除了粒粒分明之外，又有那个米的甜香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涮牛肉了，这一块特级小肥牛。小火锅马上浮着一层肉油，所以在我们第二步下菜跟火锅料之前，建议可以先把这个肉油还有你的肉末先捞掉，这才不会吃蔬菜肉夹起来蔬菜表面都是油。那我们把它捞掉，捞完之后大概就这个样子，就可以开始把一些煮比较久的，像是南瓜还有高丽菜，高丽菜我喜欢吃软的，就先把它放进去。对，看你们知道这种菜类还会再吸油，所以单纯的汤会再稍微清澈一点。你们看加完蔬菜团的汤就也没有到那么油腻腻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它煮到最后是满满精华的高汤，我们就再把汤捞一些起来。我们把它捞到剩下差不多最后五分之一，
差不多像这样子，有一点见底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把刚刚没有吃完的饭再把它加进去煮粥。我最期待这一步。真的，你们的水不要剩下太多，不然就会变成汤泡饭。因为我们这个是要煮粥的。哎呦，我觉得我现在好像用的还是有点多了，再捞一点起来。因为我饭差不多只剩下半碗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砸蛋了。频道固定晚上8点更新，那我们就很快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